生的，他在世的时候得的重病，自己烧了有2000多张小房子，节约了也有4000多张。最近他的女儿梦到他要投狗了，这个能是真的吗？是啊，肯定的。那这样他怎么样能再救他的那个母亲呢？就他母亲的话，就好好的许愿呀，让他母亲自己许愿的，否则就是狗，苦啊，很苦的。投一个狗就完了，投一个狗，心里面知道的，嘴巴里讲不出来的，还要为主人去、啊、去守夜，还要为主人看门一辈子，就这样。那许愿之后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108张。108张是吧？嗯。嗯。那好，谢谢师傅。